嗱，有人问我咧 ，crown flare 到底点样读？咁其实咧就系好似我影呢度咁样样，咁我就揾把拉尺啦，就围住嗰个树干嘅基部咧就一个圈，但系咧我嗰个拉尺咧其实系掂住呢个最底部每一点突出嚟嘅，譬如呢点啦，呢点啦，呢点啦，咁样样。而 DBH 即是 Diameter at Breast Height 呢，你就要在那棵树离地 1.3 米的位置用你把拉尺去围一个圈，围出来呢那一个是圆周。至于呢 Diameter 即是直径，你就需要呢回家将这个圆周换算成为直径了。